平埔族群证明父权之路崎岖不平，在经过族人多年的努力，逐渐露出曙光，但仍有诸多挑战。本集从青年观点出发，讨论平埔青年如何看待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，如何在种种困难之中致力投入语言文化的复振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生活中具体而扎实地实践族群的认同。敬请锁定周四晚间10点青年读吧。